下来要跟大家探讨的是，在床上你们会做些什么？我起来的时候，我的手一直这样，会，我怕太久了。你这样轻轻坐他的床，走走。你有洗澡对吗？我画一个线，不可以 pass 个 line 啊。That's the Sunday。天哪！欢迎收看十二星座。接下来要跟大家探讨的是，在床上你们会做些什么？除了睡觉之外，跟叉叉叉之外，yeah. 你自己最习惯在床上干嘛？滑手机咯，因为从前不离不弃是夫妻，现在不离不弃是手机。yeah, 也是嘞，你通常一滑要滑多久？哇，可以很久哎，有我最长应该可以一小时，如果看戏剧的话，我打 game 三个钟哎。3点到早上6点，哎，舒服吗？因为怎么讲，床上你明白吗？没有像椅子那样有的靠啊。没有啊，就是舒服啊，就你就这样躺住啊，然后你就有东西 support 啊。没有啊，尤其是我趴着啊，我可以看8个小时哎、欸。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起来的时候，我的手一直这样。我爬太久了，麻痹麻痹，对麻痹，然后要这样放也不行，这样我要两只手这样把它放下了。Gladys， 你自己呢，在床上还会做些什么？就玩手机，运动，会做运动，有时就看 message， 看 email， 有时就3个小孩跑到我床上玩 Monopoly 那些。小明，干嘛你的脸这样？3个小孩，3个小孩一起。有没有人喜欢在床上吃东西？我咯，在外国啦，我会在床上化妆、吃面、看电视。我不会坐在沙发这些，我一回来我就弄东西，然后就坐在上面哦。我要的东西我在。然后家里呢？家里的床是特别干净的。我在家里很少在房间里面的， okay. 我都是在客厅的。就只有在出国、oh. 在床上的话，我就是这样坐住。哎，有些朋友对床哈、哦、真的很敏感哎。好像我们出国，然后还没有洗澡嘛，你这样轻轻坐他的床，走走耶，我的妹，我的妹妹，你一回来，我跟你讲，你脱完鞋子了，你关完门，你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去 toilet 洗脚、冲凉，不然你不能呀，大进房间，不然什么东西都不能动哎。那我们两个可以一起 share room 嘞，因为我们 don't care， 还帮我们人力嘞 don't care。你妹妹什么星座？狗边，狗边，哇，对我很爱干净。如果你还没有冲凉，你不可以踏我的床上，很 stress 嘞，真的。那是我擦的，我擦，举手。哦，家人也会要干净的，一定要。但是我朋友来我的房间，然后他们说要很累要睡觉，对吗？还没有洗澡，对吗？我画一个线，不可以 pass 个 line 啊，不可以 pass。哦，你还很善良，还有不会 pass 这个 line。我曾经有个朋友，他来我家，然后就趴在我的床上嘛，然后他就把他的脚穿袜子，我就想放在我的枕头上面，我就来天哪！然后从此以后我就不可以了。为什么人家去你家会趴就坐在床上？因为通常礼貌来说，你根本不会去动那个床。对对对，就在 hostel 的时候。哦、以前我睡之前就会做了 stretching， blank 这些不需要。没有用的啦，那么软，真的吗？应该在地上吗？没有啊，如果你做 like splits 这些要练的话，doesn't matter， 对吗？有时我会在床上做 sit up，、oh, 我因为瘦吗？你说你躺在地上哦，这边那个痛很痛的。可是真的，你是你很痛的，你有试过？我们是 OK 的，床上是 comfortable 的， yeah, 真的。然后好像你做那个 reverse sit up 嘛，都很舒服。是，在床上做 crunches 不可以的，没有效的。50% of effort， yeah。Oh, yeah. OK， 所以我们当中没有有气质的人啊，在床上看书、啊。有，我有看书跟写日记。哦，有看书跟写日记，看书写日记好不好？你们在干嘛、啊？还好你有问呢，不然我们都不懂啊。其实我在床上搞创意啦。你少来啊！那我的衣服我喜欢剪哦，因为家里没有很大的那个桌子，对，因为我会跟家人住啊，所以我一张很大的床，我的床就是我的工作室了。我会在上，真的，我会把 T 恤放在上面，然后去这里剪，那里剪，这里缝，那里缝，那个就是我的桌子了。因为他不可以坐在地上，他不可以坐在地上，然后爬上来。哦。
Sorry. 我真的还听过他们喜欢沏茶喝茶的人哦，真的会整副摆到床上去沏茶喝茶的嘞，一沏可能是一个多小时，多么有艺术啊，你们不觉得吗？你们的那个脸是一脸嫌弃，尤其是后面那四位，好不好？真是的，沏茶一下弄到整个床都是肮脏。没有，就是他们的概念啊。Special 按摩郎，按摩不要淋茶，摩你郎就是 so breakfast on bed。我姐姐的老公就是这样啊 ，breakfast on bed， 然后也要拍几张照片，还有那个 tray，OK， 从楼上拿到二楼 ，breakfast on bed。Today my birthday， husband make me some breakfast on bed。但我很 curious 嘞，他会把牙刷也带上去漱口，这样不然 how to eat when you didn't brush your teeth？ 他们会直接先吃先啊，我觉得对，那就是我不可以的啊，不可以。你们越说我越不能忍受。刷牙那个我不能忍受呀！ Yeah, 你 breakfast 那 good morning， 所以有什么东西哦是你们不能接受在床上做的？电话？为什么 ？Radiation。哦。你睡觉的时候，你电话离你多远？在我旁边那个 table 啊。所以不会有 radiation 吗？然后响铃铃这样，哎，我的年代还铃铃啊。有啦，你已经暴露了你的年纪。所以关电话睡觉的没有？哇，我会玩 game， 我忘了我才关。我觉得年纪越来越大会比较注重养生的、啊。那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玩电话不会那个电话打到脸吗？有，我经常被打，打到我怕你都。那就是因为你要睡觉了，他就OK，start to sleep。每次回那个简讯回太慢，砰就。那个时候就是要睡觉的时候，就已经你眼睛是不行了，这样。他有一次他打到鼻子很痛，放回去睡觉算了。也有研究说，很多时候呢，当你说你看到一样物品，你会想到一样东西嘛。Okay. 床呢，理应你不应该做任何东西，除了睡觉。是，现在的人没有。当你看到床，你自然而然就会入睡。要不然呢，如果你已经习惯在上面可能滑手机的话，你不滑你是睡不着的。哦，他已经做到一个 formula 在你的脑了。是，你一定要先做这样东西，你才能睡觉。要不然你要上床前就想，哎，这样我要去把手机拿过来，你才能做。照理讲应该讲，但是现在应该很多人都做不到了。我觉得以前哦，人家看到那个床哦，就是睡觉啦，因为我们以前没有生活，没有这样多东西给我们去玩啊、看啊，所以以前的生活很 simple，very simple。There's no all this attraction for us。是现在就不一样，现在是我们看到那个床，你刚才看我们整班进来都没有说要去睡，对不对？除非我们拍戏拍得很累，我去躺一下，就这样。可是我们要想说要坐那边，是，其实也是，这也点出一点哦。现实生活中，我步伐太快，一天一个人只有24小时嘛。那我们花多少时间在床上睡觉？睡眠的质地好不好，其实很重要。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啦，要好好的珍惜自己。买一张好的床，然后呢，好好的休息一下，该休息的时候。是的啦，谢谢大家的分享。谢谢。